恋人间喜红我心恋啊。我的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晚上好。火树银花，弦歌琴韵，一首欢乐吉祥的普天同庆拉开了2017年新年戏曲晚会的帷幕。今晚我们欢聚一堂，共同迎接又一个新春的到来。戏曲是中华艺术的瑰宝，沐浴着新一届全国文代会、作代会的春风，梨园百花开放得更加绚丽妖娆。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奉献的是一组多姿多彩的戏曲节目，那穿越古今的声腔似触手可及，那筋骨不变的深情人浸润人心。请您欣赏昆曲《紫钗记》，京剧《状元梅》，川北灯戏《跳凳》，广东粤剧《柳毅传书》和壮剧《冯子材》片段。Bye!、Ah!
乡亲们不必多礼。孙儿，既把老爷关教，大发回去，让老爷做主干，还说有近路，这近路在哪里呢？在这里。哎呀，这是何啊？跳灯吗？跳灯，老爷急着回呀，急让老爷跳灯。那你们今天跳给老爷看一下呢？要得。乡亲们呐、啊，老爷知道你们今天给我办灯的来由了。啥来由呢？你们盼望在这里找我瞧嘛。就是。老爷今天亲身体验，这桥确实该造，即刻回衙抽印查我瞧。
字珠玑的曲牌唱词和一招一式，为我们展示着人间的至善至美，有浩然正气的豪壮，有碧云天黄花地的惆怅，让我们在一个个故事和角色当中千回百转寻觅家国情怀。近些年来，我们的戏剧舞台上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现代剧目，这些剧目植根生活热土，聚焦时代热点，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了戏曲艺术蓬勃的生命力。接下来请大家欣赏山东梆子跑旱船、二人台喜上喜和淮剧小镇的片段。
是白杨老，爷爷领权壮阳高，壮阳高。官爷落落大发金枪，啊，今天过寿辰，女儿你眼看要出殡，牙膏米也没个帮忙的人。妈，那是他的大呀，还有那两个娃呀，不知凶手到咱家。请儿笑他大，要是请他妈高明呀，他耳朵又聋也又花，上老手脚不灵活，怎么的人情算白搭。他大不小，是还请谁呀？那自有请我了哇！二少，他的话我没听。哎呀，我的妈！咋能咱一起把那告灭呀？哎呀，我的妈！小花我不怕呀。哎，我怕怕人说闲话。妈妈，你听我欢喜呀。哎，再说个万不能。哎呀呀呀，我的那个儿。
香花香水、啊、妈我得看看、啊、我得看看香花二秀哎谁是你妈香花儿你不是刚妈说不嫁不嫁永远也不嫁吗我不嫁都他家不他岂能再嫁一统小姐宁漏人家张张死是张张死是张张死嗨这个戏耍戏你们这是哭伤了马大娘我叫伤了妈好有我们丫鬟开凭你指引我把儿养呀嘛留言请养呀养呀什么冷棒棒棒棒什么棒棒棒哎哎哎哎呦留言留言请去文勋你是我的丈夫啊小妹我要去宿命正气请问谁在此穿有座真相原本能王娘不落空里恨不胜酒壶而彼此分一点是悲命的悔酒里面几世人是兄妹今生结伴方便在指点指人亲家当前一生不肯自尽自尽不寻自自天自尊修得修尽不求人多做文学自负未必自责心间有苦谁为你好好命令生啊啊啊啊小妹这件大事
子来。小婿因何拉仙金，老爷为何心自困，情报为何堕落，人心为何会盲参，一斗世纪真天心是愁为哪生，让人杀根本，天让人往里窜，天让人心失落，让人神志昏，天让人迷半醒，天让人望人乱，走往今夜多少事，皆因天子吃苦干，一斗天子将心宽，你就不知不觉为心亏心，死心疑心，昧心黑心，这心这心，无心心心，泪流水心，铁了铁心，无家无头，沉醉一人。家门呀，你试一试。四十遍这一次一向前进，都为你自己是光靠，推不能同心连心，我不想跪也不想来多不落，女人更想把怕用才，一起呵护自家变成正本清明，愿君学真从今以后为吾自信足以斗，累累拉拉天天荡荡去生子和心水满放落三人啊，戏曲从来就是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它是文化的，更是精神的，它汇聚起人们心底里从未走远的梦境，可找见自己，可寻觅初心。戏曲艺术不仅走进千家万户，也走进了校园学堂。近些年来，我们组织了一系列的中华戏曲进校园进课堂的活动，很多孩子通过这项活动了解了戏曲，进而爱上了戏曲，使得中华艺术的美感和中华民族的美德薪火相传。接下来请大家欣赏少儿唱大戏，乐调老子丝弦杨家将和京剧党的女儿的片段。
人心有数，数为贪，贪欲不止，患无边。万国诸侯若连贪，天下战祸喜烽烟。若连贪，太平盛世出好官，世上贼盗若连贪，黎民百姓得平安，人人心中只连贪，大道自行，成当先，信当先，忠当先，孝当先。大义自当先，安安安安安安安，大义自当先。天下事，万变化，总是朝前。礼乐崩，虽招致世事紊乱。树大道，法自然，自出大仙。宋先人又说此为此名愿，宋先人又说吕为吕名传，宋先人又说有为有民生，生横之小仙，正中道之王言，云来云，天来天，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万起义不打钱，不打钱。
九泉之上交看着万里春风满家园、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习总书记在文代会、作代会上的重要讲话，吹响了广大文艺工作者勇攀时代高峰的新号角。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请您欣赏金歌《新的长征》。在路上，红军不怕，有俺阵那。
让前程无限风光，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忘初心，继续前进。2017年新年戏曲晚会到这里就结束了，衷心地祝愿观众朋友们身体健康，阖家幸福。再见再见。